人民生活。今天看你的毛主席很欢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能够不蒋介石国民党发展政府太平祖国祖国帝国主义华文化革命建设以来，美国人民处于最深富裕的情况之下，勤劳为人民解放军，在美国人民为首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压制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隐隐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开发国民政府的发展政策，提升人民解放精神，愿意取得基本的胜利。美国大多数人民愿意不得假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以此专业最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权利。接受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传纲领为本政府的执政方针，凡是专业向国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民的唯一共和政府。现在，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达阅兵命令。全体
战斗员、指挥员、人事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今天和全体人民在一起，共同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人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听说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参与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Thank you.